波特又明年选秀状元热门人选，大学新人赛季因伤整季报销。图取自波特 IG。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明年 NBA 选秀状元热门人选新赛季报销。就读密苏里大学一年级的波特 Michael Porter Jr. 因后下背伤势开刀，本赛季已经结束。高中时期的波特就名满全美，在各选秀预测网站都名列前茅，普遍都在前三顺位，有着208公分全能身手。去年在高中最后一年场均能轰下36.2分13.6篮板外带5助攻。不过波特本季仅在密苏里大学开幕战中上场2分钟随即退场，经过检查后将进行下背脊椎修复手术，复原期约3至4个月，将赶不上最后的赛季。尽管是状元大热门，但是在一场 NCAA 的比赛都没打完的情况下，投入选秀多少还是会影响身价。不过波特在先前他已表示不一定会在大一结束就进军 NBA， 就目前看来，这位明日之星续留 NCAA 的几率大增不少。波特高中时期的精彩表现。